的最佳华语专辑，来来来来来，请看我们的正前方，恭喜啊，拿下了第二座金曲奖。好，来，我们后退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正前方。今年大家会不会喜欢这样用凭证啊？就在这里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右手边，帅哟哈。好，左手边这边，麻烦兄仔看一下这边。好，转一下，这一张刚刚好。来看一下正中间，麻烦熊仔。熊仔看这边一下哦。好，正中间再请看一下哟。好，这边也看一下好吗？来左上。左上角请看一下。这里好，右手边，熊仔看一下右手边，很有气势哦，很帅帅。好，正中间再看一下，还有哪边需要补的？右边，右边，右边一点。我们看一下右边一点。好，左边这边也要再补一下，来，麻烦熊仔这边再补一下，还有后面这一位，正中间，请把视线回到正中间。好，拿下了我们这个34届最佳华语专辑奖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刚刚的动作，这很重哎，居然大拇指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谢谢。还有哪里？后面再来补一下哦哈。恭喜熊仔！我记得他那个上一次得奖的时候，心情非常非常的激动。你今天冷静很多耶。来，好饿哦，大家这个都好饿。哎，麦有开吗？麻烦我们的二号麦。有，很饿很饿。饿了。今天到现在都还没吃。对啊。一整天吗？一整天到现在都还没吃哦哈。这个拿下了最佳华语专辑。是的，心情如何呢？蛮不可思议的，蛮不可思议，没想过，自己完全没有想过这件事。对啊，那其实你今年，去年是拿下了最佳作词人，是的，今年也入围了非常多项，有没有最想拿到哪一个没拿到的？那就是没拿过的喽，下次再拿看喽。那个华语男歌手，对啊，刚刚建奇老师讲的，或是专辑包装之类的。那个刚建奇老师讲完，你有听到吗？他们在那个评分的时候，我没有听到，其实很可惜，差一些些啊，真的、啊，对对对、啊，最后就是三个人在那边啊，真的、啊，对对对 ，OK， 再接再厉，没事啊，你现在是已经饿到有点晕了，不是、啊，还好了、啊、，OK 了，但是真的很开心啦，拿下这个也很棒哎，年度华语专辑，谢谢谢谢，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？那个 RGRY。专辑制作人，他很帅，在那边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会不会熟？这两个，我今天有一直看他们两个走来走去。我今天很常看他们，他们今天陪你一起来。他今天本来想走红毯，后来被阻止了，因为他穿棉裤。穿棉裤不能走红毯吗？那你过来，你过来。那你现在上来好了，好不好？新闻中心，我们给你一些时间，赶快，大家现在都很饿了。最饿的人应该是我旁边这位，就是金曲奖得主。好，来。很想跟他一起分享这个荣耀，专辑制作人，对，然后呢，熊仔特别刚刚在台上，我有看到你有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这个讲稿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最近写的东西呢，跟大家分享，刚好。可以再念一次吗？太多了吧，不久后就会发这首了，大家就可以听了。这会放在新的作品里面了，是不是？应该哦，我还在想。好，那还是恭喜你哦！谢谢谢谢，恭喜熊仔，谢谢，拿下我们最佳华语专辑，谢谢，赶快去吃东西哈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